了给。有个人说十天都没散去味儿，我说那这家里还能待了吗呢？去楼顶吃，我们没有楼顶，楼顶上不去。全军出击。搜卡组了，然后我就复制粘贴，然后发现所有的牌我都没有。你得抽包啊，开包啊，那得。好笑啊！那个牌组是不是打游戏给的？不是啊，你得开包啊。开包的花钱。我已强盛。等他往前走啊，这波。他不上，我不上，因为他有迅捷步伐，上来他有移动速度。我看你出不出来。哎，你这小子你挺能忍耐呀，我这一看呢，我得收几个兵啊。跟他 A 没事，不用害怕。我们征服者。挺能忍耐呀。先插个眼儿。他得交闪了我估计。不交闪现。给你个大嘴巴子。不交闪现。一小兵一他接个扣，他生了，他生了，我们吃药。哎，你不会要杀我吧？完了完了，大意了，我大意了啊！这咋办啊？差点钱，这样吧。哎呀，这不行啊，这两把长剑不好用啊，等会儿钱吧，等一会儿 money。 反打呀，打个屁还反打呢，他刚才满血，他不被塔砸两下我上去就死，他 A 我一下我就死了。我以为他学的是加速呢，我都没寻思他能学个减速，你知道吧，他学减速早知道我走位一下了。没事，我们的兵线还是很好的啊。剑圣马上来了，这能打？嘿，赶紧扣！哎，螳螂也得死，别着急，往他前面走。这人不交易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你不用你发问号，我跟你说，为什么刚才我一开始没 A 他，你知道吧？我怕他交易，然后交闪直接穿墙，所以我往他前面堵他一手，我寻思他交完E，我们正好还能碰上他，打他一波技能，有可能把他杀了还能。哎，这小子那直接走上去一走了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哎，跟我们打可以 A 啊，这波可以打。把他针眼都给他吓出来了，这攻速很快的兄弟，这波能杀。剑圣来了，剑圣先扛塔啊，我们收银头。这把对面太右了，没办法，带电刑，带电刑打不死人。铁刺鞭
来一个铁刺鞭。嗯，谁？马神？那是杨三甲啊。要么就是小雨。快打！哎呀，跑的是真快，我天哪！我估计他刚才移动速度能有个500。在天使没升六之前，多杀他几波。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无敌了。他这波回家了。我们先把兵线推过去，然后塔下把他杀了，杀完以后呢，我们截他一波，在塔后再断他一波，两波，然后再断他一波，一共三波啊。这小子也就不用玩了。好，一波。先去掐一个塔皮，没事呢，嘎里奥不能来，他撑死就去一波下路，他还能来我这儿吗？他不能。我们往右边靠，如果他敢从右边出来，我们同样将他拿下，卡住他。反正他是近战，他要想上来，他也得跟我们近战 A， 不让他吃兵啊。铁刺鞭。他只能扣一我，他也不能干别的。W 走，交闪现，这波回头杀天使。哟，一小兵，跳弹，跳弹，一没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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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使没声，回头啊，继续杀他。他指定得推这波，我们直接出来就行了。他100%出来推。小伙子，你不讲武德，叫人儿。我的可血战斧1750，钱不够啊，不对，钱够了，但是钱够了吧，我们不能浪费这波杀天使的机会，直接转起来，有饼干啊，一 A 直接转 ，WA 接 Q， 螳螂来了，往右走，你不会以为你能打得过我吧，小伙子？哟，这么痛吗？呀，孤立无援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这把对面魔法伤害比较多，我先来一个贪欲九头蛇。剑圣给我点了个赞，他不早点来，他早点来，他可能以为我打不过那螳螂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不过确实我们打不过他。我已经可血战斧了，
你还敢去收野，兄弟？你觉得这个兵线你过得来吗？别让小兵死啊！致命点烟，让这小兵死，他指定就升级了。我都知道他这点小心思，你知道吧？他想升级。下路塔、中路塔都没掉，在这堵他。可血战斧，打不着回来 ，AQ 转起来 ，AQE。刚才可血战斧没可着是吧？这范围好小啊！这波好像不行了，杀不了了。哎，这波给他一个就是这个塔他能收的这种感觉，但其实我们一个 Q 加可血战斧，然后等他移动速度消失我们再E他啊。 W 一声 A 接双 Q 100块钱，这价2600，差300块钱我就打个蛤蟆去。现在打蛤蟆能回血，最好就是蛤蟆多打一打，他应该有大了。可血战斧，把他大给他打出来吧，这波往前点，省着他坑我们回家了。不杀了，这波杀不动了，要来人了。那能行吗呢？那不杀了那能行吗？那指定是不行。防御塔顶层即将脱落。呀，没害怕，假装要杀他啊，这波让他放大。这是真是不怕死，我发现有大了不起的啊！这能打过不？差不多。别抢男 buff 啊！别抢男 buff， 回家了。别抢，马上我们得去下路了。这个威音得治一治了。收集者不行，你像这种战士猴就得可血战斧吸血加九头蛇吸血。在这等一下，看看这莫甘娜要干什么玩意了。这里有眼儿吧？这排了。没法上啊，兄弟，这咋上啊？别急啊！
我也上不了啊。哎，这回能上了。想越塔可以越，这直接越吧，这咖喱奥都没多肉的。天使让他吃点经济吧，反正也没塔皮了，他吃也无所谓。其实我这可血战斧我还是有点用不好，打团的时候应该慢点用，其实你要是用的快了吧，后边他回血回不了血，就起不到一个勾引的效果。嗯，干嘛？几个人呢？先走啊！哎，咳血战斧没咳出来吧？这人咋这么多呢？哎呦天哪！我的天哪！来个黑切下一件，嗯，我大招差两秒，要不然这波我能五杀。不是我装杯，我这波大招就差两秒钟，两秒钟好了我就五杀，我没跟你们开玩笑。那咖喱奥刚才嘲讽我，我没办法，他跑得太快了，他。我把分身给用了，我要没用分身，我大招好了，他们直接全死。谁把我瞎当了？暗夜猎手，哎呦，这不是一个好，这个好消息啊，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。几个人啊，这往后要一波，杀人呢。哎，你俩为啥不点着莫格拉呢？我在这边，你们在那边，这怎么能右边让他跑了呢？这种找到机会就直接就杀，杀维恩，来来来来来，打假的呢，哎呦，这不能上啊这，哎呀，好痛啊这维恩打我，我操，两枪把我枪毙了，我的咳血战斧都没打着。这羊刀这个东西果然是有点狠，这羊刀，羊刀破败。输了呀，输了倒不能，我们找点机会就行了。像这种情况可以出个蓝盾啥的。先来个黑切。你看他打人两下就半关，红给我，保他的人有点多，又莫甘辣又那个加里奥的，他点我太疼了，他点我就三下，
我们不能被那咖喱奥给控住，你知道吧？队友要能先给他杀了还行，直接打大龙来。打吧，白送的，这是，这龙不是白送的吗？小龙，20秒小龙。可血战斧，小龙，我也想来把威音。水银弯刀加暴击加魔抗，密银黎明，我先出个水银，省得控制太多给我控死了。你喜欢刺客猴，就对面的阵容玩个刺客，我们一秒就死，一秒都说多了，可能都那有咖喱奥搁前面挡着，你们直接推吧，这波团战我打了行不行，这波下路这团战我打了，小心点，那里头不一定有没有人儿。来中团，来来来来来，哇，好疼！科血战斧！哎呀，我操了，这个虚弱！好虚弱，被谁给控了？我们得杀维恩呢，这维恩打人太疼了。下波等他们没有虚弱的吧，上波有虚弱，哎，可以。等我开啊，杀一下维恩，把技能往他身上浇，用伤害电死他，我们就无敌了。往大龙靠吧，往大龙靠一靠，来来来来来，找个机会，正好他家里奥，哦，这波没有虚弱，等他有虚弱了就不好打了。出右装了，开始往这儿走来。哎，他们家还有个天使，我操！先别上，没人了吧？这回旁边有人吗？这回旁边没人了吧？来，先杀个螳螂，能不能一波？能一波，
就一波的事儿，那中路都掉了，就这一波吧。那天使跟那个莫甘娜不跟维恩走，还自己走，你没有维恩，你们家上哪打的赢去？